星星后世选项把亲人变成子弹。美国人现在在规划自己身后事时，有一个新选项，可以让他们走得轰轰烈烈。只要用$1,250，神圣烟火公司能把已故亲人的骨灰组装成子弹。公司说，这样一来，人在离世后还是能继续保护全家。如果还嫌不够热闹，有其他公司提供将骨灰做成烟火的服务。对于那些渴望较平和选项的人们，化成一盒铅笔作为纪念似乎更实际。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